好吃吗？那个你别躲，你躲啥呀？以后你晚上你再不好好吃饭，不给你这个东西吃。以后到晚上到点就得好好吃饭，听到没？啊，也不能让爷爷喂，多大了还让爷爷喂，是不是？你想让爷爷喂还是你自己吃？你说实话。啊，自己吃。你想自己吃，那为什么每次爷爷还都喂你啊？为啥呀？告诉我为啥？你说没事。不知道。不是，那赶明不让爷爷喂了，行不行？嗯。下次我再看着爷爷喂你饭，我不管是你让的还是爷爷主动的，下次我再去吃饭你就喂我吃，啊，行吗？你喂我，我也让人喂，行不行？你就拿勺拿筷子也好，你就一勺一勺喂我，行吗？嗯。我吃啥，你就给我加啥。我说那个肉里面有骨头，你得把肉给我拆出来，你也得给我拆出来，行不行？那肉给我拆不出来。拆不出来不行。那哪行啊？你这么聪明，你那个玩具那积木你都会玩，那点肉你拆不出来。你就是懒，知道吗？记住啊，我再看见爷爷喂你或者怎么样，就算爷爷想主动喂你，你也得说爷爷，我自己吃，我不用你喂。我只要我看见了，我就不自己吃了，你就喂我啊，你也别吃了，好不好？嗯。记住了啊。嗯。去吧，吃去吧。你咋知道我要吃东西？啊，我这不看见了吗？那你怎么看见的？你不捧个盒进来了吗？这不都咬了两口了吗？我咋看见？你哪知道咬的？这是谁咬的？还是的呀。慢点吃，去吃完喝水再舔啊。嗯。可是我闻着不甜。小样，我治不了你。这叫什么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因为我目的不是让他喂我，是让他自己吃。老这么大个子，还让人稍微一看，这啥呀？那么大孩子了，还让人喂，嫌我丢人。今天我爸又要喂他，让我急眼了。